说电影团圆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，导演王全安携主演悉数亮相，演员阵容中出现了久未露面的马晓晴。马晓晴说团圆是她的复出之作，面对媒体，马晓晴表示自己不太习惯，有些害怕。马晓晴童星出身，北京人在纽约、红楼梦、北京泥枣等影视作品令她名噪一时。2000年前后，马晓晴淡出娱乐圈。